笑，大仙不闹。么么哒。我觉得我最近李白打的也不错，只要别人不骚扰我。我的思路是红开，刷猪刷蓝，三级抓上，直接打开局面。兄弟们，帮我挡一下钩，挡一下钩。好吧，我已经呐喊出来了。这人在疯狂帮我打，这个钟馗要去勾勾蓝 buff。No，中路要没了，交闪。这么快的吗？上面打得这么凶，都去了呀！哎，这我的剧本写的挺好的，但是我的队友送的太快了呀，兄弟们。真的是恶心呐、大河之剑天上来，杀！你的顽抗让我实性大发，八旗进攻！哈哈哈哈！一切都在计算。麻了呀，真的是醉了呀，这打个蛇。十步杀一人。哇，有没有搞错，大招刷不出来，一技能把我刷死了。Double kill。 哇，真的是裂开了。大勇公会96536，虎牙688，每晚7:30，咱们不见不散。